这个深山里没有电，村里都是老人，柴油抽水机也进不来。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山泉水给引到1200米远、60米高的山顶，供给村里几家人的生活用水。今天带你们看一下，我们是怎么让水往高处流，往山上流的。水源这里做了简单的改造，把两股水汇聚到一起，然后用殡仪馆引出来，再和30米左右的钢管对接，把水引到下面垂直7米的底下安装水锤泵。 这个水锤泵就能利用7米高度的水源作为动力，把水抽到我们这次的目的地 1.2公里远、60米垂直高度的地方。6个半，6个半，6个半就是6.5公斤的压力，65米垂直高度的水压。最后我们来看下出水量。那前两天下哦。这叫分雷的，一种有的等的雷的。 这种安装简单轻便的水锤泵，是不是更适合山区呢？有的，它的这是分的供应不全了，就，哦，有满管子费。